大家好，我是一凡。今天做了水煮肉片儿，肉片切得挺大的，煮一下它就缩在一起了。辣椒有点辣嗓子眼儿。辣得很过瘾。蒜香味很浓的饭，就觉得很好吃。
这里边放了最爱的三样，豆芽、辣椒、蒜末。对，四样，还有韭菜。我不是很爱吃蔬菜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